家好，我是魏。随后，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万学军副秘书长魏润颁发了中韩青年环保绿化形象大使证书。之后，瑞也回送了一份礼物，就是由他演唱的中文环保公益歌曲《真爱》。据悉，为了唱好中文环保公益歌曲《真爱》，瑞苦练了一段中文。当记者提出让瑞说句中文的时候，瑞会为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爱你们，我爱你们。之后 Rain 还呼吁大家一起举手做环保，并告诉大家自己也会从演唱会那天开始做好环保工作。每个人有这个一种在脸上평소에실천할수있는그런여러가지것들을생각을많이해봐야할것같고요。此外 Rain 还向大家透露自己最近的工作情况，并表示正在筹备新专辑。네지금영화를찍고있어요전투영화고요네전투영화고파일럿이나옵니다그래서아마내년이면여러분들도보실수있을것같고요그리고얼마전에작년에도망자라는드라마를잘끝냈고그리고지금아마또앨범이나올예정이에요곧네앨범도많이사랑해주시기바랍니다关于演唱会的特别设置，润也透露了一些细节，但是关于演出嘉宾，润却没有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到时候来演唱会亲自观看。네공연은두시간반정도에서두시간정도할것같고요그리고일부이부로나눠서일부에는레이저쇼가있고요그다음에이부에는마스크를위한마스크로춤을추는게있어요그래서되게판타지적인판타지적인그런공연이될것같아요네일단은게스트로초대한분은없고요그리고깜짝게스트가있을지도모릅니다네그래서그날오시면아마재밌을것같아요시청자北京报道